哎，最近创作遇到瓶颈期了，都不知道拍什么好。哎，有了，我看好多博主都挑战了 ABCD 带字母的食物，那我今天也来挑战买光超市所有带 A 字的食物，刚好我又能走出这个小蓝屋出去溜达溜达。话不多说，走你撒。我又回来了，以上就是我能在超市里面买到所有带 A 字的食物。老规矩，边吃边介绍奥赛柠檬单果皮。哦，它里面还是一根一根包装的，这不就是我小时候吃的山楂皮吗？还可以，有柠檬的清香，还有山楂的甜味。奥尔良风味脆骨肠，现在都是这种独立包装，环保又卫生。嗯，这个不错。给你一个。我们再喝一个安慕希。这个就不多介绍了，应该没有没喝过的吧？鲜我所爱，裙带菜，这个爱字跟 A 沾边了，要不然我都不会买它。嗯，还可以啊，很脆啊。这个下稀饭也很好吃。AD 钙奶，这个我敢说我的粉丝 99% 都喝过，这次应该没有那 1% 了吧。最后一个爱是晨曦棒棒糖，什么时候熊二也代言棒棒糖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，上面是个熊二。那我再给你们来一遍熊二的声音。熊大熊大，光头强又来砍树了。嗯，棒棒糖俺最爱吃了。哦，他这个是奶酪糖。嗯，还不错。诶， ABCDEFG 24个字母，那我是不是可以选24期？哦，我可真是